原标题，武松听到宋江被毒死的消息，只是冷冷地说了六个字，道出宋江人品，说到水浒传，相信你的脑海中便涌现出了小说中的一些鲜活的人物，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精彩绝伦的情节故事。这篇文章所要讲述的便是关于水浒传中的两个人物，他们分别是宋江以及武松，但是并非要讲述他们有两人的英雄事迹或者功过，而是要分析一下两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从武松听到宋江被毒死的消息之后所冷冷吐出的那六个字是如何道出宋江的人品的。